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来女队，你隐藏在我们中间根本就看不出来。对，没错。而且只要把你的头发拉直，你就是长头发。好像没真的试过拉直会多长。哦，对啊，那不就跟细菌姐一样的发型吗？那意思就是细菌就电烫了头，看起来就是你，就只有我这样。再假发试一下，到时候后期给你们 P 上去两个头发，换一个头。呀呀，下雨外面哦，风这样刮过去。我刚来的时候还没那么大。哇，好生动哎，这个动作。因为它就是这么刮的，我感受。然后你的头发就被吹成这样，真的很吓人。没有，我就我刚刚下楼也是这样。这样走，你的头很容易会被吹分开两片。哇，这个雨，好大雨啊！我好怕哦。好吓人，这个雨。我用手臂撑起屋顶，雨下整夜，我的爱就像一堆流言，雨一直下。还有什么雨？还有什么雨啊？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，怎样你的想念。哇！哇！水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，漏雨了，漏雨了！小心！ Oh my god！ 耶！什么时候下班啊？哇哇！这个可以。耶！不行了，沙发我已经救不了了。让我拍一个。吓人啊！漏雨了，漏雨了，棚里的漏雨了。哇！大家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对，就拿手机出来拍，记录。哎，用我的三星手机拍咯，用赞助的手机拍一下这个漏水的情况。哦吼！遇水则发。对，没事。